现在东环路，东环路。猛 A 是内蒙的车，肯定猛 A 是呼和浩特的吧，是不是省会的吧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猜的估计。估计是。这个杨旭。这小白毛毛太多了，这路上。雨下的那东环路，还是东环路。
哇，这么多自行车啊！前面放学了吗？是同学们放学了，嘿嘿嘿。自行车大军，电动了啊！现在上学都骑电动了，是吧？我们那时候就自行车，要不就住校。住校美啊！我住校得高中的时候住校是吧？初中住校好像很少。骑这么快，有体力。